喂，查理，你到底是在创啥啦？你怎搞放假了都无消无息？你怎人伫倒？你到底在公司？阿尼，我无伫咧办公室啦。阿姆，我即摆有只重要代志啊，要去处理，看我只卡互你啦吼。无你即摆到底是在忙啥？昨暗的代志，你敢要向我解释？解释啦，阿尼，我即摆真正无好解释啦。啊，无等人工啦。我把所有状况都摸清楚了，我再做一届来跟你讲哈，就安尼啦。喂，我，哪个我讲白菜，可能在刚挂我的电话。喂，哪样呢？我这么睡过啊，哎呀！哎，别演了，别演了！你别管我，放开，放开！别演啊！我已经害你摔过一次，我无可能再害你摔第二次。你唔通学袂来啊！就算讲你的脚受伤啊，啊，不过并无代表这就是永远的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上好的医生，给你治好的啦！吼！无可能！我就算能够走路，也无法跳舞啊！我只需要上重要代志，就是跳舞。我即摆要活嘞，我一定是无意啊！只要你活嘞，都有希望。所以你千万唔通因为安尼就失志，好不好？我是要安怎袂失志？我差一点啊，就会当实现我的梦想啊！啊，不过我这卖人生已经脆糊糊啊！你不是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感受。你还阁这么少年呢，只要你活嘞，就会当找到你活落去的意义啊，敢不是？哎，别去吵啦！你想看卖嘞？你身后要爱你的人，伊若是失去你，会有偌尔痛苦？我真无想要变作因的负担。不是安尼，只要卖放弃，就有希望啊！我的希望就是会当变作一个顶尖的芭蕾舞者，我爸爸妈妈给我叫，不过今嘛，啥物拢无啊，不可能啊！我只要我，我只是在担心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死啊！我会对你负责，我会负责照顾你一世人，所以你千万唔通死，有听到无？我会照顾你一世人。